旧版用过来的，这已经变成习惯了。就算他已经摆明了要去按这个东西，我自己的真的从来都没按过。我也只能说，拍谁？我不知道，我不是说要不理他，因为习惯性就往上了。你要按的话就是这个，因为它已经变成比较人性化了，按它之后就直接开了，它就可以去调。你要启动装置、网页、列印、影片、线表都可以。那我们这边的话，习惯性的是用列印里面的 A4， 基本的。那你要改的话，你可以继续改。我们先不用知道那么多。单位公里，公里是 mm， 除以10公分，也是要习惯，因为它是有公分可以做切换的。但我们使用者真的是懒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连单位呢，我也不会想要去切，因为你自己可以算得出来的，我就会选择不理它。因为我除以10就是21嘛，除以10就29.7啊，所以你可以自己背一下 A4 的长跟宽，21乘29.7，背一下。还有人说，哎，那可以切换吗？可以的，你就切换了，那就21乘29.7。色彩模式 CMYK RGB， 这两个差别在哪里？ RGB 有荧光剂， CMYK 没有荧光剂。那有没有荧光剂的差别就是印刷出来的颜色都会很丑，所以它就是怎么样，印刷色叫 CMYK。 所以今天你是要用在APP 网页或者是 LINE 互传，那就是用 RGB， 你要印出来的就用 CMYK。 就算你今天我想要印出来的是有漂漂亮亮的荧光色，可不可以呢？办不到，因为你的印表机没有荧光剂，你选了也没用，就这样，反而会有色差，然后到时候你要跟客户在那边调很久。点阵特效你要印出来的话基本上就是300，那么有一些印刷厂会建议300到360，这样看他们的。那你不要想说360是比较好，是比较好，但答案会很大哦。萤幕72，反正这边我就是自己，我就先全部的做介绍。你有没有办法说就是一次全部记起来？你也不用担心，因为你遇到了你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因为后面的话你们还会再学那个 PS 都会用这个啦，72 PPI。 因为我没有要印啊，那我就是放在网页上面的啊，放在那个网站上面，网站跟网页都一样，就是只要是电子版的都是用。如果说你用萤幕72，然后你再把它印出来，那恭喜你，你那个东西是糊的。为什么差那么多？请问你的手机有用到 A4 纸这么大吗？你的手机萤幕这么小一个，你顶多用72就够了。好啦，那如果说你觉得，那我可不可以再让它好一点？你就用150，中间值。不用噎老说，那我手机可不可以用300？没有意义啊！你人眼看到的东西就这样而已啊，你不会看到这么多。这是他的那个，反正没有人说错。你要用的话，你用啊，对，没关系，因为没有对错。那我这边只是先帮各位分析，他工作的地方是在哪边。再讲一次哦。RGB 萤幕的
CMYK 印刷的，你只要这样分就好。解析度 PPI 72，手机的、平板的、网站的、300的、印刷的，中间呢，就是你对它感觉好像有点想要再做取舍，你用中间。讲完了，中间有在出血，我略过它。出血意思就是流血的意思，就这样。不过如果是在印刷里面的话，它刀子下去的那个地方呢，可能会有误差。就比如说我在做名片，我希望说你在误差的值是怎样，用一公分不会太多，0.6。啊，误差值0.6了。啊，有一些印刷厂那个技术很差。好像用到一吧，一公分，比误差一公分是差太多，就是防止它切歪的意思。哎，这样讲可能会难想象，因为他们做印刷的话，他刀子下去的话一定会误差嘛。那这一个误差值就是给他的，就是说这一公分呢，你随便切，你切多了我也没差，反正你不要切到我的字就好了，就是什么？总经理叉叉叉，你不要把总经理全部干掉，那个真的是很离谱的哦。反正这个带课程，我这个就是可以再做多一些讲解，因为就算我现在口述说出血是在干什么用的，你也很难体会的。那我就白话一点，就是给机器切歪的时候用的，切歪的时候，感谢你。等一下，先不要这个录。哎，那对，因为是练习，那就先开了，先个0.6好了，0.6太多，确定。好了，怎么样？旁边是不是有红色的框框？这样出血。那我随便找一张照片。我故意把它用右到边边去嘛，就是好这样。假设啦，这边是有黑线，这边是有红线，红线到黑线这个之间，随便你切，反正这个鼻子我就不要了。你就算切歪，我也觉得不痛不痒，这个意思。那我只要留什么猫的本体就够了，它的鼻子不重要，我就会这样子做。那如果说你觉得他鼻子很重要，那请你把这个鼻子摆在黑线里面。那么他的印刷厂就不会怎么样切到鼻子了。其实我有经验，就是说送印，然后切完之后发现鼻子还是不见了。你看那一家多扯。不过通常那种都比较便宜啦，那你也不能说什么，就是那么便宜啊。不要说是兰格啦，那有没有去跟兰格印刷厂合作的？啊，还有很多叫什么什么好建好啊，反正很多有那个印刷厂的，超便宜的啦。但它切歪的几率很高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你就可以帮我开一个空白的 A4 纸哦，档案新增，然后你可以切歪到列印，选 A4， 出血。随便你填，但如果说你是公里的写6，因为我刚刚写0.6，是因为我是公分，你自己要算一下数学哦。更多设定，没了吗？好，进阶 CMYK 不碰，300不碰，我刚刚全都是做讲解的，完全都没有碰。